有关中南区面对和富大埔的精英杯 A 组赛事，星期六下午在香港仔运动场举行。新一年首度出战的南区，为了巩固小组榜首位置，一开赛已经积极抢攻。两分钟，佐助木舟左路落底传中，史提芬彭尼拿门前顶高。十一分钟，佐助木舟放过过头波，肥棒射门先被谢嘉荣扑出，艾华补射又过不到嘉荣。南区攻势浪接浪，十九分钟陈浩轩传入禁区，艾华第一个攻门先被挡出，谷盈至禁区顶劲射又中尾。两分钟后，肥棒接应谷盈至长传，出现半单刀机会，但今场表现神勇的谢嘉荣又救到。一直挨打的大埔临完半场，差啲凭一次角球攻势入波，但球证指禁区内有球员侵犯门将吴伟谦在先，大埔惨食炸糊，半场两队踢成0-0。下半场南区继续主导形势，52分钟翟霆锋斩入禁区，翁许图解围唔到，艾华近射俾谢嘉荣扑出。6分钟后，大埔出现少有的机会，雷斯奴中路突破后，可惜一射高出。南区之后换入新加盟的巴西籍前锋穆沙，进一步加强功力。不过73分钟，他们率先失守，保连奴禁区内被刘学铭铲跌，球证直指12码。一名球队首席射手亲自操刀射入，大埔领先1-0。不过领先的大埔4分钟之后即刻收到坏消息，后卫翁许图侵犯陈浩轩，两黄一红下被罚离场，大埔需要10人应战。落后的南区之后急起直追，比赛尾段佐助木舟开出角球，但刘学铭的头槌都是顶不入，最终和富大埔维持胜局，以一球小胜南区，兼终止各项赛事6连败。